你可以不呛我大概十分钟左右试试看嘛，就是全部都以赞美，就是试试看这样子，不是不说话哦， okay, 对，都是赞美，夸夸的都没有。你很善良，你唱歌很好听。不是，没事，不要讲，不要讲，我夸夸恐惧症，我就不行。哦，对，这个好像被夸，好像他会害羞，然后他会那个很羞耻。不要，对，你唱歌真的好好听，我没有听过你唱歌这么好听的人呢，然后对待观众又这么真心，难怪有这么多人都喜欢你二连弟儿。超烦的，真讨厌，不是，我是。OK， 谢谢，我会习惯，我会努力习惯，好不好？努力中啊，我忘记要讲什么了，我真的不记得要讲什么了，我看一下小超，看一下小超。